哇！滚蛋！哎，挺好，其实挺好玩的。幼稚，幼稚，幼稚。徐一阳的表情太好笑了。然后我有听说你好像特别喜欢穿一些带很多裙子来。 我们的都是安然的，你是听说是创造营的造型师是吗？是的，我是安然师，我是创造营服装组文化组编外人员。你想穿咩？<笑>感兴趣咩？可以看看的。大家好 ，Hello Hello， 来都来了，还带礼物。<笑>你们今天要来给我吗？因为你们不是下午的时候说我没有带吗？ 帮你们带来一些水果。谢谢。不会不会。你就把我想象成是一个仇人。我没有怂。你把我想象成是一个仇人，然后我们对看10秒钟来。好可怕呀，他。 他的眼神好梗。不是，是我仇恨你，你不能仇恨我。我不能仇恨你啊？你看我的干嘛？<笑>剪刀手布，然后赢的就是男生女生配，赢的那个人可以指一个方向。嗯。好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男生女生配，剪刀石头布，然后布，然后布，男生女生配，剪刀石头布，配。<笑> 但是我发现刚刚剪刀石头布一直是我在赢。对，我才反应过来，我都没有甩过头哎。徐一阳有一种游戏终结者的能力，<笑>剪刀石头，不，怎么办？这会不会是本节目最有？ 最不搭嘎的两人组啊！就其实，哎，表演这个东西吧，不要去考虑太多。对，因为咱们所有的这么多的排练，所有的一些老师教我们的东西，说了很多很多，其实就为了上台的机会。嗯。所以我觉得就抓住这个机会，就抛开一切。其实你不到最后，你永远都不知道你是会是什么样子。 你总是会被大家一点点给你，对，所以你就是一样，真的要把握住这个很好的机会。是，你打包回去，打开，打包回去，可以，你拿回去，想去拿回去，加油。